你介意我们握下手吗？很荣幸。您客气，这么近距离看一下啊，看这血丝都看得见啊。我们请五位主持人把你们的手都伸出来，让大家看一看啊。这有泥儿，我这个。哎，伸手。别伸。嘿，我的儿啊，该洗手得洗手。我看张云雷这还好一点哈、啊，张云雷行。小四这个怎么跟脚似的？你看岳云鹏这个提子收回去，像说相声的手，这个手模不仅啊手要长得好看，而且平时呢还要有一定的表现力。你们是怎么训练的呢？比如说像我们有一套手操，每个关节都得活动开了，这拍两下，然后从小拇指开始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，来跟他学，来郭老师。然后从小拇指往上、往上勾，哦，往勾完了之后，这样从手指尖到手指肚完到手掌、这样活动，其实是让每个角度活动开了，就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非常灵活，因为手脑配合嘛。完了还有这手指这个柔韧度是这样，拿手掌在这块这样撑，但是不能使太大劲，完这可以让手看起来更加纤细一点、就是说咱这个谱嘛，给他拉上有谱嘛，这样都可以。希望两位好好保养自己的手，财源广进，多出作品。谢谢。